他现在已经在机场了，现在是凌晨1点多，西班牙见。西呀。忘了带卸妆水，然后就来旁边的这一家 supermarket 买，然后发现西班牙的超市里面所有东西都没有英文，就是他们的商品真的就是只有西班牙文。你看看我住的这个民宿吧，太美了，简直。这个院子里应该有好几个，就有很多住户，巨晒中午。它温度不是很高，但就超级无敌晒。这个是我睡的房间，卫生间和客厅。我在这块，就全都是这种小河，然后超级美，就它有好多条这种小河。这个小镇我已经大概转了半圈了，实在是太美了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大海，然后我特别喜欢这种水道的感觉，然后它就是一个背山面海，然后在山和海的中间就有那种树的那种水道。